创他的演艺形象，就连他原本要出席 KKBOX 风云榜的主持人也突然遭到延期，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。对此媒体公关丁力也在近日公开回应此事，他透露关于主持人的更换一事目前还在规划，如果有好消息一定会和大家公布。不过对于炎亚纶是否遭到撤换，丁力并没有把话说死，未来还是有可能由炎亚纶来担任主持。而被问到这次的事件炎亚纶的形象影响到活动是否会和炎亚纶球场，经理则表示不会，似乎透露了双方还没有签约，并再次强调详细的内容都还在筹备中，确定好会再和大家说。